爸要，爸爸要走防空洞哦。不要跟他走，来，我们走我们的，你自己走。我们先回家，你自己走。我先去探险，把那里面的往下走走看。爸爸自己去，爸爸自己去探险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悠闲的等。好，现在我自己人要走这个防空洞，我只带了这个灯来。好，24小时，啊，你们要在那洞口等我吧。这边有人下去的路，这边是直走，这边是下去的路，先刷的左边头。好，下去看看。哇，这整个路都是泥巴。那你居居了，出口出不去，前面有水，前面是烂泥，然后有了出口，但是出不去。往这边走走看，哦，这边的地，这边的地很尴尬，不晓得什么材质在，这是什么材质？泥有点泥巴又软软的，啊，出不去，这边也出不去，这要走啊，这走不出去啊，所以只能往上走。哎呀，哎呀。GG， 还要原路回去啊！快走，快走！不知道是因为这阵子太潮湿吗？下雨的关系吗？这一条比上次那条难走，幸好上次没走这里。你看这边另外的出口泥巴路，然后这边就整的都是那个泥巴了。哇，然后这边是楼梯上去，这边是上次走的路，就不走，回去找他们好了，还是走一下，我走一下上次走的路好了。旁边都有灯，没有，这不知道没有电。回头一下，那走过来的路，会不会走太快了？好，慢慢走。这边就比上次来潮湿。嗯，下雨天真的不，下过以后真的不建议来这里。这边蹲很低啊，这边是树根，我没办法站起来，人家已经半蹲了。好，出来了，走完了。最后就被这洞口卡到背包。好，
好 ，OK 了，走完了，应该不会带他们走下面了。反正他们已经走过一次我刚才走的路了，出来是海水管后面这里，其实蛮短的，我那里走的有点快，因为都没路，他们在等我，你看。看着他要拍等我出来，妈妈，你不要跟他们讲，下面泥巴太多了，下面路都泥巴，到那出口出不来，它里面有两个出口，下去以后两个出口，那前面都泥巴都水，你看我本来要从第二出口出来，就踩到门口的时候，脚踏到泥巴里面。还干？回一回吗？狗屎啦！这个可能只能回家刷一下了。这是狗屎吧？没干。泥巴底下那条路太潮湿了。这是狗屎。不建议走。我后来要走原路，上次走，没有人听我讲。我后来又走上次走的那条路，有没有？我们上次走那条路走出来。三娃路。好，下一段给你。好，看这个，小心。那想要找看这停车场没有位置。爸爸叫我都录到你真的，一切很好，录到你。对啊，你要录姐姐跟那个妈妈。姐姐跟妈妈还有你。嗯，好。姐姐录得到爸爸吗？帮我看一下。没关系啊，我先录了，我用超广角。一定拍得到你，拍到我了。哎、欸，右边哦，车子来了，妹妹。太阳发芽，太阳也发芽。哎，这是灰羊与白羊。灰羊与白羊，还什么黑羊？我巧克力还没散不完呢。Oh my god！ 好大只的狗狗，我给它杀一个。水晶城堡的那个鲨鱼哥哥呀！下一个。我的，哎，刚才好像有喵屎砸飞我。麻烦你钥匙给我。停车车，这里怎么停？我要先回去开车吗？我会变成秃头，我会戴帽子。我也有帽子，我会变秃头的。哦，幸好 GoPro 是防水的哦。到深圳以后再那个回去开车好了。妈妈本来就要老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另外小天小姐，墙壁上。哦，小天小姐，你要去那里录？下雨还不在吗？来，上去来。又开始下雨，他一直滴我。还是他们其实很好心。哦GoPro 八滴到一滴 ，GoPro 七滴到一滴 ，GoPro 八 GoPro 七一人一分，哦 GoPro 八两分 ，GoPro 七一分，哦 GoPro 七又来了，一分 ，GoPro 八两分 ，GoPro 七两分。你才我才不要吃哎！看来雨会越下越大，我回去开车好了哈。那、啊、你们有钱吗？有，我们是直接在那个。哦 ，GoPro 八，要赢了。先来有遮雨棚地方。幸好大家都有抓外壳哦。哦，一只狗狗。
GoPro 8有你的 GoPro 七，你现在输了。这雨滴最闪 ，GoPro 8的雨滴很漂亮哦。然后 GoPro 8的雪地怎么都是迷你的？这样都录得到我们三个。